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，我录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一期的你要卖多少又来啦，很久没有看到你要卖多少，对不对？超久。今天跟我搭配的依然是小四汽车的富二代，怡平啊，好，脏东西快滚开！可以想象一下下面的留言了啊，明明就很尬，不要再出来了，好好的剪你的片，闭嘴好吗？闭嘴好吗？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富二代是不会走心的，不会吧？现在人设变这个，你觉得你本来人设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你说现在人设变这个，那就代表之前有人设啊。那你觉得之前人设是什么？之前没有人设，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个人设进去。之前就是插嘴王，插嘴王，闭嘴，闭嘴。对。今天来到现场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在之前才在讲 MG， 我爆了很多台，一台都买不到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之前直播常在讲，终于标题帮我打上 MG 逃命潮，现在都要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行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堕落了啦！以我们现在的流量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堕落了。MG 逃命潮啊，逃到我这边来还不算逃命吗？要耸动了，耸动一点啊！对对对，我们终于这个估到了一台 MG， 这是2023年的 MG HS 1.5T 的新车，91万5千。好，那以他们来讲，因为他们也没什么便宜嘛，顶多只有配件金而已，所以915就是温达达就是915了嘛。好，没有所谓的像某一些品牌啊，卖不好就折个10-20万啊。那才真的逃命吧，那个是原厂在逃命，不是车商在逃命。我们刚刚在讲的都是车商在逃命，二手车商在逃命，有些是原厂就开始在逃命了嘛。快跑 ，NG 来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车子，还是这么新，有什么好看的、啊？在路上看到，哎、欸，他有换这个卡梦的 logo， 他自己换了。我想这在对岸哦，有很多配件可以买啊。然后看一下轮胎年份，这种新的车就来看一下，2022年第52周。哦，那就确定它是23年，我看几月？5月出厂，哇，5月出厂，5月领牌，啊，对哦，来这边收收诶，走走诶，再领牌啊，哦，国产的啊，怎样？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一直是国产的，速度很快，租好直接不用等船啊，进口啊。对啦，对啦。哦，一般你那种1月出厂要等到5月领牌，那个都有等船期啊，在那边做好运过来太久。我们走走收收，嘎嘎呗，领牌。很快嘛。对，很快。这从哪里看起？我们先看跑几公里好了，这么新的车不能跑多吧？不先看板件吗？先看跑几公里。他说2023年跑8万，你还要看吗？哦，嗯，小小的，小 V， 不什么小小的味道，小小的味道。你不要乱讲，你等下又叫被人家叫闭嘴，有点小小烟味哦，小小的烟味。这个要如果要买回来，要考验我们的清洁能力。哎，看一下跑几公里。哇，哎、欸，看那时候我们买也是有送一个这个麂皮的套子，看一下跑几公里。哇 ，MG 的 logo 还是一样帅，3万。哦，其实也不少哎。哦，平把的方向盘，哇，你看这个其实方向盘稍显光亮。对啊，有这边。哦，稍显光亮。哈，磨到都包浆了。但我看那个对岸的那个啊，他们都说包浆啊，包浆不知道什么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们说包浆啊。哎、欸，这跑3万就这样，代表不知道是这个前车主比较容易流手汗，比较喜欢胖嘞胖嘞，收嘞收嘞，哦，还是说这个他的东西，嗯，比较这个感觉上面啊，比较没有那么的，嗯，经得起暴力的摧残。哇，怎样？可以吧？救回来哎，可以吧？可以哎，可以。好不好？这个就不知道，这个反正不是人的问题，就车的问题嘛，就两个而已。嗯嗯。好、哦、啊，不知道是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，好、啊、像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很中立了吧？可以可以，啊、中立选民呢 ？MG HS Power 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啦？这够这是 BDNA 颜色吗？不是？那个 Power M Power 麦脑阿摩。哎，我觉得他用一个 A MG 还比较好。A 是哪个 A？ 这样 A MG 这样哦？二 MG 嘛，二是一个单位嘛。哦、oh. ，你有没有看 ，Rola， you're not a cow， Rola， come home， Rola， 你有没有看到？Come home， Rola， you're not a cow， you're not a cow， you're not a cow，、oh. 对嘛？所以 A N G 嘛，哦、oh. ，我觉得还比较好哎，对不对？还要空格啊，空格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就是螺旋桨的那个德意志的那个颜色啊，这样不对啦，德意。再怎么样，这也是英国。对吧？再怎么样也要用一个英国国旗是什么？一个米字啊，
啊，对，英国，而且那个 mini 后面叫 mini 啊，对啊，你不如要用一个像英国的那种，用这个德国不行啦、啊哦。认真讲的，其实真的蛮冷的，我他眼镜出去应该就起雾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哎，真的哎，哦，冷气有够冷的。好，跑三万了，那我们还是看一下板件哦。自从我买新车以后，我第一次看到 MG 的板件，我都没有检查过 MG 的板件啊，我真的第一次估啊。我之前都一爆就死哎、欸，这次我狠下心来报高点就来，要逃命。对我是不是常干到这种傻事啊？当先驱哦，就是别人在赚得很爽的时候，我都报太低，然后等到人家开来的时候，人家在逃命了，我不晓得，然后我就买了，搞不好、哦、会不会？对不对？我会不会变成这种？我常常在干这种事情，这样好吗？好，螺丝没转了、啊，你自己来看了、啊，这边螺丝没转，你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的螺丝吗？哦，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奥利五，还有这个是叶子板也看得到啊，其实这个还蛮容易看的 ，OK 吧？好，螺丝都原来的。啊，后门这边顺便也看到了，这边螺丝，好吧，我们还是要重新交一次啊。哦，旁边不能有扳手扳过掉漆的痕迹。我们已经交了好多年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节目应该没意外还是会有新观众，我们还是要偶尔重新交一下。来，那这边有它的标签哦。那那么新的车我们就蒙对了，它标签应该要符合它车身号码，什么 RKMA 上面24U9嘛，对不对？后座也像新的一样，真的很新哎。还有后座出风口嘞，还有两个 Type A 后叶子板，两个门都没问题。哇 ，Trophy Trophy， 这个跟玛莎拉蒂放在一起，真心觉得不输啊。哎呦，怎样？确定？对啊，不输啊。你对啊，你觉得输吗？我不觉得有输啊。对嘛，不输嘛，我们没有要赢，那不输就好了嘛。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多少钱，我们多少钱？跟保时捷比也不输、啊。不输嘛？那是纳智捷，对，纳智捷跟保时捷比不输。MG 是跟玛莎拉蒂比不输。哦，它的看涨更高一点。不是，这是网路迷因，你写的。我知道。网路梗，就是、你要捉对厮杀。哦。对，纳智捷是跟保时捷摆在一起不输 ，MG 是跟海神摆在一起不输，好不好？懂了吧？那纳智捷跟 MG， 纳智捷跟 M， 哎。你打开了新的迷因哎，确定？对、啊。那我们就用他的毛来刺他的盾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拿 MG 跟纳智捷放在一起，矛盾大对决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这个迷因，我希望哦，所有这个纳智捷的社团也好，还 MG 的社团也好，好团友，下次呢记得摆在一起试看看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赢谁输。拜托这些社团的这个好朋友们。有机会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后面呢？它也有改 logo， 也是有改 logo。不是啊，它太快了吧？那怎么一拆了？锯掉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，问 MG 啊。车的问题，或是人的问题？对、啊，就是对，就两种嘛。对，车的问题或人的问题。对对对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如果是人的问题，就怎样？他这一年的时间，有可能这车主怎样？一开车就一直刷嘛，这是人的问题。人的问题。因为不可能每天都下雨，对嘛？一年的时间里面，雨季就是那一段嘛。十七岁那一年有雨季而已。对啊，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向前回答，不知道，你唔知？唔知？林志颖，你唔知？林志颖我知。哦、拜托诶，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《十七岁那年》，真真，佳佳，你唔玩好吗？没有啦。好，不可能嘛！你有一个雨季而已，你不可能一直刷嘛。假设是车主的问题，那他就是怎样不当使用，一直刷一直刷，刷到坏掉嘛。那如果是车的品质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是车的品质的问题，不要选边站。我们先打扫车风向，现在网络很可怕，我们就不要选边站就好了。中立嘛，中立嘛，中立，对，中立选民，桃园旁边嘛。对，有电尾门吗？应该有哎、欸。有啦，我们大 MG 配备只有满而已，哎、没有电尾门。好了，螺丝看一下后车厢盖的螺丝在这衔接的地方嘛，它边边不能有这个旋转的痕迹啊。哦，它有装后镜头，哦，胶也没问题，然后后面一样4481车身号码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你看人家粘得多好，哎、欸，它是粘住的，魔鬼粘啊！我就真的哈、哦，我觉得车厂就是这样，认真跟不认真啊。我这真的认真要讲，补胎机、啊，打气机补胎，真的就差一条魔鬼粘。有没有？嗯，认真跟不认真就是差魔鬼上的差距而已。不要他妈在后面里里揉揉摇来摇去，反光牌、三角牌也一样，不要在后面里里揉揉摇来摇去。这个是我真的是有没有？你看反光牌，他要给他家，也是给他一个很好的家嘛，对不对？很好啊，不要在那边滑来滑去啊。然后这板子拿起啊，有没有？底下一样要铺棉啊，有没有？哇，有多少铺多少啊？这样第一个不会有
多余的杂音，第二隔音也会好嘛。为什么人家能够一统江湖？你知道？哦，几趟狗啊，都一统江湖啦，哦、不是、啊？为什么能够引发新车车厂的逃命潮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真的是小细节嘛。哦，对不对？包括旁边的车标，还有包括什么？前面椅子后面那个 logo， 它有刺绣，你知道吗？嗯 ，NG 嘛，你知道我那保时捷一个刺绣选要多少钱？15000。我只有选前面，没有钱选后面，花不下去呢。要多少？我已经不想查了，你就翻那个选配表，那个都是钱啊。你说、啊、那个看，我也会做啊，铺个海绵而已，我也会做，弄个魔鬼毡我也会啊。对啊，嘴巴讲都会啊，那你有没有做？会不会做？要不要做？讲也讲不听嘛，听又听不懂，啊，懂又不想做，做又做不好，好又好不久，对不对？时间一久了又错了，又不做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嘛，无限循环嘛，车厂要记得啊，好，然后这个人家这个也不用选嘛，不要像有的选一个那个纸扎板，刚才美术要修阿公的哇，还几台3000、5000、6000、8000啊，哇，我没有讲哪一间啊，怎样？没有啊，没事，很多间那个板子都要选，好不好？我想这对消费者来讲，无疑是种福音啊，新世纪福音啊，还是一样砸很大力吗？我来看看，我记得新车的时候砸蛮大力的。还可以大力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有一点像那个 BMW X3 是一只钥匙嘛？对啊，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像，它的光条 X3 是一个几级收息嘛，它这个就一个像拐杖一样的东西嘛，一样标签4481，好，螺丝，还有这个硬的胶，这边也是4481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对，4481。OK， 好，最后一个门了啊，硬胶。这边，对，然后那个嘛 ，Rose， 哇，哎、欸，你看双电动椅，而且它有除湿啊。对，它怎么那么多？它可能它停的地方比较，因为他们住在宜兰嘛，啊，想说是不是比较乡下或者潮湿一点？比较潮湿，对，所以就放一个这个。不过你看这个上下车的地方也是蛮不错的了，代表可能也很少载人啊，我在猜。好，再来就是看它的车头，来两边标签也在。好了，没有撞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车头这边，你看哦、喔，大梁前面这个有接螺丝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接什么？接保杆内铁，它前面有个么字形跟它对接，所以就不可以，那个就不可以，那不能转了。你看、喔、它是这样，两根大梁嘛，接一个么字形嘛，啊，保杆就在前面内铁这样锁上来。哦，那有人叫小梁嘛，小梁你来啊。凉面小碗、啊、不是啦，你刚才说小杯凉茶靠腰啊，你们现在年轻人讲话吗都？我不知道啊，都用说的，北车已经很严重了，还有什么说的？我最讨厌听到什么啊？我昨天卖啊，我昨天唱歌唱三小，三个小时就三个小时，三小。我昨天唱歌唱三小，管卖，管卖什么？管前路的麦当劳，叫管卖。对啊，啊西卖。西门町的麦当劳，西门町的麦当劳，哦，是这样的，没有，我只听过管麦啊，其他我不知道。下面留言还有什么缩短听得很堵烂的？再来，我刚刚讲小梁，这个就保杆内铁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人家客人叫我们估车说，哎，他保险杆稍微撞到，哦，我们就讲说好像不严重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常常讲保险杆塑胶本来就是可以给你摩擦缓冲的，缓冲啊，但是有一个问题了，它衔接到这边。有你如果稍微保杆稍微挤到，有可能这边被推挤，连带的嘛。哦，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保杆受伤就没事，你去看车，大家都避重就轻，不管自售也好，车行跟你讲啊，没有啦，就保险杆稍微撞到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有可能一挤，梁这边被挤歪了，或曾经摆修过，然后他讲没错啊，是保险杆，引擎盖也没事啊，引擎盖到这边才开始嘛，稍微撞到一下，这就有10公分嘞，那一挤，这是10公分就皱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要注意啊，不是不能说哎避重就轻，说哎我车头保险杆稍微撞到，你以为哎还好啊，保险杆撞到还好，搞不好我回来自己也会撞，哎殊不知连梁都有事情，看小知长知识，这样够了吧？今天硬知识也给你们了，够了吧？啊，你看人家还有两根油压点杆，哎它还有隔音棉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个胶条都有，哇，而且这边水不会这样，哦水不会，不会吧？还有刚刚下大雨，你看都干的，很干哎，有没有水不会？有些车都滴到那个座都下面都是，电脑都中了嘞，双湿系统，该意思要周边双湿牌雨衣一样，外面湿里面湿啊，请证明双水冷系统，双水冷啊，水箱也在水冷，这是第一个水冷，第二个水冷是这边也在冲，双水冷，请证明双水冷系统，好不好？
好了，没撞。外观其实我们刚在绕的时候，我看外观其实顾得还不错。你看它连这个轮毂的地方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刮伤。哎，那还有红卡钳哦。哎，真的哎。哎，我认为这真的就一个动作而已哦，就稍微把它弄红，其实就很帅了。弄黄啊，很多这个卡钳碟盘你一阵子不开，银色很容易时间到都会有点生锈生锈的。哦，你看后轮毂也没什么受伤啊，连这边多出来的部位也没有什么受伤啊。虽然你说它开三万，胎毛都还在，啊，后面也没有什么受伤嘛。嗯。啊，这边有个假的通风口，为什么不用真的就好了？好了，外观零瑕疵，后照镜壳最容易弄丢哎，也没有哎，怎么办？这怎么扣钱？看上下车的地方有没有皱？哦，有了，有哎，这里有一点点，有没有？上下车的地方难免还是要有一点点皱吧？哎，你看很聪明的，下面是布的，只有这边是皮的，可以省成本，对不对？看得到的地方是皮就好了。哦，这方向盘稍微光亮了，嗯，好了，看完了。还不错啦，终于让我们机会，客人哦愿意开来，对我们就是一个鼓励了，就代表我们报的价钱是符合水准的。之前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啦哈，之前2023年的 MGHS 如果是让我报价的话，因为新车是900,000嘛，915啦，哦送配件我们就算990好了啦，好，我们都抓到90。我通常我认为啊，你如果是这个第一年要差个30万，要60万，你看吧，60万我回来卖个赚一成啊，66。假设，嗯，那66跟新车的90差24万，24比较会想买吧，有价差，一年车啊。好啦，我先讲啦，这一台呢，我当初是跟他报65万，没有好小的，65万他就开来了。假设65万，我们要赚一成，开71万，71万跟新车才差多少？20万，会有吸引力吗？变小，我也不知道，现在这新车到底还要不要等，还是其实应该已经不用等。应该煮很快吧，在台湾这样子，哇哇，对嘛，哦，来走走，赶赶赶赶赶，好，交车，顶牌，对，对啊，屁啦，这要等很久，这要等很久，之前要等很久，现在我不知道啊。好了，反正我先去跟客人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看这个为什么要卖啊？然后价钱还不商量，65万就来了，我是有点怕。这个就是啊，等一下戏绑架不会嘛？你知道这句俚语的意？抓着怕，抓一只小鸟嘛。抓太大力又怕，手上是抓一个小鸟的意思，好，哦，抓太大力怕鸟死掉，啊，轻一点又怕轻一点又怕它飞走，好好两难哦，很两难的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哦，我说张学友感冒，应该是要叫我去代唱才对。哎呦，可是呢，我也感冒，所以呢。不好意思，所以他才取消那个礼拜，你知道？你懂嗎？不然原本是你上台。对，原本我如果没感冒的话，我要死啊！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三天两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好了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给人家靠了啊？对啊，好险我买好了，所以我刚刚靠的就没有关系了嘛。没有关系了。对啊，没给钱不叫不算表，我已经给钱了就表了嘛。好了，最后呢，我们跟他成交的价钱就是照原本的65万，就这样成交。分不差哦。没办法，扣不到了，买看看啦。我讲说我们很久没有买到这个车了。基本上这个车这个配备，我觉得还是蛮无敌的啦。啊，我们买65万，卖个70出头，20万来赌看看，跟新车20万的价差，看好不好赚嘛。如果好赚，以后我就加价买。啊，如果逃命潮，会逃到我，换你要逃，换我逃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小羊逃嘛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啊。听泰山乱播吗？好，最后呢，2023年的 MGHS 1.5T。好，30,000公里，新车915,000，我们成交的价格65万。那这个到时候卖卖看，好卖我们就再买，加价买，好不好？我来看看 MG 是不是如同网络上这么的有魅力，流量机器嘛？真的啦，你现在只要 MG， 你就标题讲一个 MG， 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好，流量爆不爆？爆啊！然后正片里面我们在讲，在闲了。不是在写，在捧，吹捧。对，在正片里面，我说 MG 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它是非常好。哎呦，对不对？配备这么满，什么都给你啊！全景天窗啊，双电动椅，刺绣赛车座椅啊，电动后尾门啊 ，Level 2啊，全部都给你了。
MG 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 MG 是超级好，所以你要不要封面试试看这一期？好啊， MG 没你想象的那么好。哎呀，你要拍一个封面照，是你很悲惨的 MG 逃命潮这样。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这一集就用这个标题来试。那封面要拍一个你很沮丧那样子，就是好像买到烂车。等一下拍，等一下拍，等一下在车头拍一个。好，我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流量机器啊 ？OK 吧？拍出来很惨怎么办？啊，那就代表观众眼睛是雪亮。是观众的问题，或者是车子的問題？不，这一样嘛，跟车子一样嘛，这两个问题嘛。对。好，一个是观众的问题，一个是车的问题。對對對對，那我们不确定是哪一个嘛？对，不确定。好，但有可能是观众的问题。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车的问题。对了，我们今天我们这整集拍下来就没有要负责任的意思，千错万错都是，都不知道是谁的错。哎，你们自己这个风往哪边吹，你们自己就往哪边倒。高啊，厉害了，下次见。2024年新生存方式。好，下次见啊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一逼车，你知道不？有啊，前两天那一场，他三天两夜，最后真的逼车，感冒了，状态不好。那智慧对我就是种恩惠。逼车，有啊，真的真的，可是他很努力，很敬业啦，至少真唱嘛。你说到重点了，对不对？至少没有垫一点声音嘛。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至少没有像那个哪个海鲜那个嘛。哎，打篮球，你看买爆，买爆啊！变一个那个 New Balance 的鞋子哇！你看他也是真唱哎，买爆，买爆也是真唱，买爆也是真唱，他就是真唱，所以才是买爆。那是斗牛的那个术语嘛？我的球，买爆，好 ，Play One， 好，来拍照片，怎么用？你要很苦恼啊。像这样的爱情啊，对，让我苦恼。我很久没有爱情了嘞。你是不是想要说我是不爱我老婆，跟我老婆没有爱情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的爱是永恒的。哎呦，你懂吗？你好会转。不是你们那种小情小爱，我们是永恒的。Forever love 啊！不好意思，不能参加李玟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好好会玩弄哦、喔，还是不要唱好了。怎样？我要看，我怎样了？然后就是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啊，哇，有哎呦，好苦恼哦，真的买的太烂了吧？哎呀，我唔跟，好像可以哎，好，就这样子了，赞，看看流量怎么样？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